Let's go。在新疆，会走路的人就会跳舞，因为他们的身上没有沉重的包袱。爱一个人和舞蹈一样，需要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放松自己，随机选择一个信封，里面有属于你的民族体验路线，并依次主动邀请男生一起度过有趣的一天吧。哎，这个先行也盖出来，很像那个，我感觉是那。我以为是掀起你低头，对对对，我也觉得头盖骨，头盖骨，头盖骨。我们怎么选？我觉得这个是抽完就不能换了，是吧？哈哈，要怎么抉择一下？怎么选？你们选吧。你啊，你更沉重。我先盖头来。那我选一个这个。本来这个衣服比较漂亮。这都有感觉啊，他是不同民族是吗？哦，行，邀约吧。但是一共五个男生，就肯定有一个人没有。四个女生，五个男生，还是得有一男孩落单。嗯，还说一个女生可以邀请好几个男生，看谁来。但是怎么着，你全都邀请一遍？这屋里俩人，你们俩瞅着谁想来谁来。哎，你觉得有人会邀请小戴吗？那我在想，感觉让他落单会有点难受。哦，你去，但是这样你就不用纠结任何对前面的关系。但是 KK 也有可能会邀请小呆。你觉得他会邀请狗哥还是小呆？狗哥吧，我觉得他们两个有话要说开的，昨天晚上都没讲开。嗯，出发了，拜拜。夏瑞，嗨！你看，周周，哎呀，哎呀，哎呦，哎呦，谢谢！哎呀，自己决定来不来吧。好嘞，起了你的盖头来。哎，这什么歌？这什么歌？他没听过啊？什么歌？他不知道这首歌。哦。乌兹别克音乐会，兄弟，我觉得这个非常棒，穿民族服装，哇，高兴的呀，为啥这么开心呢？啊，这是奶绿，哦，可以。康康，啊。Hello。 我考虑一下。我考虑一下。一起，我想和你一起生活。我想和你一起生活。然后呢？后来，冷静地。我想毕业也吓死我，在某个小镇哦。冲向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俄罗斯，新疆有俄罗斯族啊，应该是有。小小，好。哦 ，Hello。啊 ，Team。啊，邀请 Team。哇，那 Team 姐多开心啊！哎呀，我终于，我都心疼 Team 了，年纪最大的一个。对，老 Team。老 Team。看。我猜小呆。也邀请了谁？那我们可以看到 KK 是走这边还是走这边？
进去了，我看见了，他进去了。不太好猜。哇，哇，真漂亮。嗯。好漂亮啊。哇哦。我如此热爱新疆，但这座城市没有你。他的表情这个笑太冒昧了，真的，你这完全就是嘲笑人家。没看见。夏瑞现在这个表情也很符合我。太无奈了都。我都没看到你 ，sorry。我说你要去哪儿、啊？你坐的怎么这么隐秘？天哪！隐秘的角落。哇，你今天好漂亮！哇，你今天好漂亮！哎呀，哪天不漂亮？哎呀，超漂亮！今天，必须的。太开心了。具体是，跟你出来，跟你出来，很开心。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客气客气。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今天会邀请我，这么没想到吗？对，今天就是特好，多好，就特好，特好，好啊！终于有机会和你单独相处啊！对呀、啊，我也想说啊，他们俩第一次，我以为你不会来，会来的，肯定会来的，因为昨天晚上不是说聊一聊，但没聊成。哎，哎。这事儿你既然提起来了，我本来去找你来着，然后但是看到你跟康康聊得火热，我心思也不打扰了，等待一下吧。结果等到睡觉也没等到。啊！不是我不守承诺，是你没给我机会。不是，是这样的，我没排好。我没看好，但是夏姐太忙了。哎呦，不是，感谢。本来是要跟夏姐你聊，然后你那时候有事儿吗？不是，挺忙。然后呢，我说你没空，正好我这晚上也有空。我说，就是把没话没说开的话就说开了，就这样。嗨，你们好。Hello， 你好。欢迎你们来新疆伊犁。肚子饿了吧？嗯，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烤包子，那边就是羊肉串，对，那边就是薄皮包子。这个就是咱们乌兹别克族的鹰嘴豆抓饭。所以抓饭是要用手来抓吗？一般是我们的长辈，他们就是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可能那样吃起来比较更香一些吧。哎，我想试一试，就是给它压瘪了，然后这样。嗯，对对对对对。嗯，不错。嗯，很香。你们还吃得惯吗？能吃得惯，我可爱吃了。对，我也可爱吃了。那待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舞蹈老师。哦，还有舞蹈老师，又跳舞。咱俩要么不见面，一见面就跳舞。咱俩黄金舞蹈都认识。还真是。他俩跳的还挺好的，有小设计，所以感觉跟你一起跳舞非常开心。行，那你们再聊一会儿，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我来仔细端详一下你今天的妆容吧。你早就想说了，别跟我这装，一进来就看见了吧？哇，太适合你了，原来是这个。你倒是来个那种民族服饰，非常棒，送给你。哎呦，周老板请客，他感觉特别的和今天搭配。非常的棒，不愧是穿搭博主。哎，这饭我再来两口吧，不行。这真的只有恋人之间会记得，我们都忘了。哦、oh. ，对不对？对。那他应该很开心。就是我很珍惜咱们俩今天
吃饭的机会。我觉得就是咱们俩如果再没有这种机会的话，结束了。还是节选呢？昨天让你选，你又没选，我真是无语。因为我很想吃桃子，吃的胃都难受了吧？该。他一脸的洋洋得意，那战术性喝水。嗯，我也想说这词儿，战术性喝水。嗯。哎，我想问一下，你这是考察一轮结束了是吧？新的一轮了。对对对。哎，绕回正题了。那还不错，脑子还挺清醒。明白了，考察期一期结束，咔。挺多问题想问你，但见到你就不知道问啥了。问呢？所以你跟康康聊什么？太想知道了，终于问出来了。终于还是这样回了这个话题。他说我是一个很难读懂的人。嗯，确实你是吧？我其实也没太搞懂。哇、wow, 哦、oh, 奶绿好看，奶绿是漂亮的，漂亮漂亮漂亮，而且奶绿越看越好看，她很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哎，这个就很王子了吗？康康就是我心目中王子的形象。这背影好帅，他这是穿着王子的衣服啊？还是因为俄罗斯族的衣服比较王子啊？啊，这都没看见啊？也没看见。这，嗯，这只眼也忒拙了。哦。你过分了！每个女生都无语。没有，他不。你过分了。Hello。很过分哎，怎么还能？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站着我，因为你像那种这个来旅游区的 NPC， 旅游区的 NPC。哎呦天哪！完了！这话不行，这话不行。完了，你都不是主角，你是 NPC， 怎么样？很好看，哇哇，这个你穿的时候应该很麻烦吧？会很重吗？啊，还蛮重的，哇，很富贵啊，但还是很好看。你也蛮帅，嗯，我今天让你当俄罗斯王子，真的，康康好像王子。哎呀，你也是俄罗斯公主，哎呦，是俄罗斯公主。啊，这句话可以。你像仆人吧？好，那我当一天仆人也挺好的，我也无所谓。不是我喜欢，我在想，俄罗斯有那么黑的人吗？俄罗斯应该也有紫外线强的地方吧？没事，给你当黑马王子。新加坡王子，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他要按俄罗斯的礼仪吃饭。就我们可以随便逛是吗？是啊。那我们就逛逛吧，小心。那这就是买面包的、啊、哇，好香啊！哇，俄罗斯大列巴。特色的是什么？特色的就是列巴。这个就是吗？
我其实想试这个。OK， 那我们来一个这个吧，然后一个这个吧。一共是56。好嘞。谢谢。那你吃这个，不要多坚果跟葡萄干。你是这样考虑一下吗？康康。啊。我考虑一下。考虑完了，没有我了。没有开玩笑。哎，我还蛮想去维吾尔族的。真的吗？但我们是抽的。我对这个俄罗斯其实挺满意的。哇哦，走走走，转一下。这个好像有喝的，你要帮我看一下。不是，是饮料。有无酒精的饮料吗？没有。好，康康身好细。我还有还有卖这些其他的。俄罗斯大红肠。那我买个肠吧。可以，一直让你请。没事。你欠我的。越多更好，你欠我的越多更好。多少钱？这个表情真的太逗了。康康说这句话不容易，他挺会的啊，他一直都挺会的。这句话挺暧昧的。是的。Hello， 欢迎你们。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哎呦。今天我们是吃俄餐，俄罗斯习俗是要非常尊重女孩子的。好，那么女孩子入座前，男孩子要把他的椅子拉开，请女孩入座。谢谢你，这么好啊？合适吗？合适。啊，好。对，我们这个民族，男孩子要全程为女孩子服务，要表现出十分的绅士风度。好。俄餐里有几个很出名的一些美食，俄罗斯族的牛排，闻名世界的大列巴。它配了两种浆果类的果酱。哦，哇哦！你想要什么配料呢，女士？我可以奶酪，上面抹一层蜂蜜，桦树蜜。看着好好吃啊！蜂蜜我就放一半。对，放一点蜂蜜。为什么我吃到甜味多一点？蜂蜜多，不好意思，我下次改进。男士希望你更甜美。嗯，哎呦，好，慢慢享用，拜拜，拜拜，谢谢老师，谢谢。你还要再吃一块牛排吗？好，我给你点缀一下，等一下。好好，好细呀。是的，谢谢。就是这个牛肉，感觉是像是在家里奶奶会给你做的一道菜。嗯嗯。我这两个脸非常的爱是你。我都很怕它掉进去。要不我帮你挂到你的皇冠上。你可以。很搞笑。哎，但还是挺好看的。可以可以可以。很方便很多，视线清晰了很多。好可爱哦。哎，问你一个问题哦，我那一分家在哪？嗯，你对哪对现在的好感七，如果好感度十分的话分别是几分？答案是八。了解吧。那其他人呢？大家都好爱问这种问题，又把心里介意的问题直接问了，想要听他当面说。其他人有变过吗？有人6.5啊，有人7啊。你对我的喜欢，1到10是几？6.5。你现在不已经知道了吧？就是我昨天。就是没有吗？啊，我昨天不是这样讲的吗？你现在好感的人有几个？答案是1。不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吗？就确认一下嘛。对，还是1跟8，还是1跟8。哎呦，确实可以。哈哈，这个空气好干。我超适应的，我刚去加拿大也这样，后面习惯了，我回来反而不适应。我也是，澳洲也是很干。哎，你在澳洲都啥样啊？我没听讲过。读书有一半是读书，有一半是谈恋爱。跟你差不多嘛，你不是谈了4年嘛，你留学的时候。我刚想问，现在不是有草原、雪山、峡谷，你最想去哪个？雪山。对呀。
我想去峡谷。哇哦。然后呢？那我们分两队。可以啊，我跟别人。我们打个视频。可以。太逗了。没有了，其实不是。没有了。我会选雪山，我会选雪山。摸了一下。Hello， 老师。老师 ，Hello。可以选几只？可以。你想学什么呢？你很漂亮。你很漂亮。卡卡亚克拉西瓦呀，学一下。卡卡亚克拉西瓦呀。对。卡卡亚克拉西瓦呀。如果说男士对女士表达爱慕的时候，我爱你，呀溜不溜街边？什么？呀是我。哎呦我的妈呀！溜不溜是爱。街边是你。我不会。对，我爱你，你说一下。对女士。Я люблю тебя. 啊，对。Я люблю тебя. 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哇，康康厉害呀！几遍？每天跟自己男朋友说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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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 真想揍你，你不觉得吗 ？blue blue blue blue， 回去就好好学习吧。咱们现在去学俄罗斯舞蹈，好，跟我一起走吧。好，可以，我们走吧。哇！卡秋莎，这我爸最喜欢的歌。Hello。你好。欢迎来到咱们亚历山大手风琴博物馆，体验一下手风琴。好，可以吗？这个很重的。哇。那我来扛吧，我来背。还蛮重的。对。哇。现在哦，确实有点。这样你拉风箱，他来。啊，那可以，那我出体力活。一二三。学这么快的，本来就会弹钢琴啊。可以。有一半是我的功劳，是吧？是的。今天我们学的是俄罗斯舞蹈。那我们开始啊。男女都一样。一、二、三、四、二、二、三。看看。三、四、五、六。是左手吧。哎呦我的妈！哎呦妈呀！反了，这么长，就这小动作。哇！那个转怎么样？我再练习那个转圈圈。举左手，然后你左手你就往你左手转一圈，然后右脚出去，去拍左手。也挺开心的，感觉特好。一二三四五，准备往前。怎么样，差生学会了吗？我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假。哇哦。哇哦。好看。哦，好好看啊。好好看啊。小小也越来越漂亮，有女人味了。这个造型也很适合她。对。小小好好看啊。小小适合戴大毛帽。
哦，可以哦。帅的帅的，那小小美到了，很惊艳。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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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浮夸。我也没有，还挺好看的，很有特色。这帽子重吗？重，坚持一会儿我。你能感受到？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吗？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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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看看。Tim 好紧张啊！嗯 ，Tim 好紧张。Tim 就主打一个狼狈。狼狈 Tim。哇，好大呀，你这个。这个帽子太重了，你的印象啊，太痛了。感觉你这衣服还挺好的。他们说我穿的多像阿凡提，牵着骆驼，像商人，像商人，商人烧烤。对，我想说像烧烤的。说完还真像。烧烤，你一看就是那种富家千金，我这个就是那种烧烤，就给你牵马的那种，知道吧？那你留言是留给谁啊？你留言是留给谁啊？我原本是想问周周的，哦，但他没有听，他完全没有听我的留言。我猜到了。我觉得没有留言给我的，所以我就随便回了一条。嗯。从海南到新疆，短短几天，好像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这组怎么老有一种哀伤的气氛？没事的，反正就像我留言说了，就是大家可以重新认识。希望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嗯。不过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不要有太多压力。就是我觉得你想找谁出去玩，或者是你想写给谁就写给他。有句话不是叫做对一个人喜欢一个跟那个被喜欢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吗？其实你压力不要太大。就是我会感觉你之前说就是异性的好感度排名，你把我排第一，可能是因为前面是我对你先主动的，所以是因为我的主动才让你注意到我，并不是因为我本身有什么让你注意到。那我觉得你主动这个点也代表了你啊，因为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很多女生就会很勇敢。我不是。哎，好累啊。因为主动这件事它不是一个很特殊的特点，所有人都可以主动。我不可以。那是你的问题。对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啊。不是，没聊到一块去。就是他不是，他不是我的优点，不是一个人的特殊性或者唯一性。那我觉得在这里是挺稀缺的一个资源。在感情方面，我觉得我是比较被动的一个人。对。就是小小不满意 Tim 给的答案吗？我感觉他好像陷在了自己的逻辑里，他俩在各说各话。对，没聊到一块去。你有什么想问我的不？不想问了。我不知道。哎呀，完了，气压好低啊。那边好像有
任务卡，看一眼。他俩真的需要任务卡，他俩自己不能聊天。他俩需要。Tim 也不太会。嗯，特别不会。解放天性日，请锁上你们的解放天性小生命。Tips。好的。要不我模仿个动物，你来猜吧。喵。请问这是什么动物？你再演一段，你再演一段，我看不出来。你再演一段。你在玩吗？他真的要演一头驴了吗？他说动物啊。我都替他难受。是吗？是吗？他俩就是很局促。辛苦吧。行，猜对了，到你了。我觉得我现在的头发很适合演一个。什么？狮子。狮子。就是蓬起来的。啥？捧起来，然后在草原上非常厉害的狮子啊！哎呀！什么？狮子呀！我今天的头发不是很像狮子吗？狮子是。他们俩今儿怎么都跟喝了似的？崩溃了吧？他们内心已渐渐瓦解。你就是一个喝醉的大爷啊！你们好，终于来人了，终于来人了。你们好，老师们好，各位好。今天我们是你们的哈萨克音乐老师跟哈萨克舞蹈老师，然后今天要学习的是我们哈萨克族传统舞蹈黑走马。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学习黑走马的几个简单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两个面对面互相看着彼此，然后会有眼神交流，对吧？然后手是稍微张开，然后是会有这个关节，对。哎呦，跳得不错。然后你再跳的时候，肩膀它得跟着节奏。我在往前倾的时候，对，然后我再回来。对，挺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动作需要单膝，单膝下跪了。对，单膝下跪，两个手叉腰，肩膀抬空。对，一，二，一，二，一，二。在我们搭档在转圈的时候呢，其实我得看着他，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哦，再转一次。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最重要就是眼神上交流。这个老师助攻的可以。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了一个新的舞蹈，就需要手牵手，然后往前走，一、二、三、四，然后回来，五、六、七，往上转圈，转圈，一、转圈，三、四、五、圈，三、四、五、六、七、好，你转，你转，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你往后，不对，我往后，你得往前。咱多走两圈，咱你得有点活力一点，对，活力一点。哎，我发现你今天胃口特好。那是，今天这么多好吃的，你看这个烤包子，还有鹰嘴豆抓饭，我都没吃过，真的挺少有机会吃到这么多正宗的少数民族美食的。确实好吃，好吃，但是这些菜都有点重口，我担心你一次吃太多的话胃不舒服怎么办？可是我都想尝尝，更何况我还带了养胃的好东西，要是真的不舒服了就吃它就行了。嗯，连养胃的东西你都带了？我担心大包小包行李你还忘记带了呢。怎么会，我这么机智，有了它我就可以放心选了。哎呀，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对，快来尝这个。你也吃，多吃点。哎呦，我真够了，我怎么敢跟你抢好吃的呢？爱暖胃，请暖心。K 姐吗 ？K 姐，她感觉好像阿拉丁的那个女主角。
哇哦 ，K 姐应该很适合这种衣服，民族风，哦，她挺民族风的。他邀请谁啊？不知道，不知道，没有记。这是哦，小呆，这是狗哥，小呆，哎，这是呆，呆。안녕하세요呆呆，要不要去体验一下维吾尔族？那谁单的呀？哦，狗哥，狗哥。哇，你是西域王子吗？这两个人好搭。哎呀，一点奶茶，我看到这有。哦，微糖 ，OK， 呀、yeah ，太细了。其实我不加糖，但是就是、okay、我是觉得有一点点糖还好吧。谢谢，欢迎你们来到维吾尔族体验日。这个呢是我们的茶以及蜂蜜，这个呢是蜂蜜，是蜂蜜。对，要先弄点蜂蜜，然后再倒茶。你是不要？你要一点吗？要一点。要加点蜂蜜吗？甜甜蜜蜜啊。因为他平常不怎么喝糖的东西。怎么这么懂我？你们是情侣吗？你们是情侣吗？我们在约会，我们在约会。哎呀，你们学习语言没有？来新疆必须要学几句新疆语言呀。对，维吾尔语言。教我们几句呗。可以啊，没问题啊。比如，你真好看，就是 sis。sis。起来了，干死！哎呦，我天哪！sis back。sis back。起来了。出来了。那我如果回答那当然了，那当然呢就是阿瓦达，阿瓦达，对，是 space 来了，阿瓦达，你真帅的是 spec kliskan， 好难说 ，spec kliskan， 阿瓦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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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品尝一下我们新疆的美食，哇，还有架子，天啊！这块呢是架子肉，哇，这看着好香啊！这个呢就是一把抓，面肺子，这块呢就是抓饭，手抓饭呢一般我们像很重要的节假日啊，一般男女孩子结婚也会做抓饭的。嗯，这个小姐姐很热情。你已经流口水了吧？先品尝一下。谢谢。我试一下，我没吃过肺。肺。羊肺。羊肺。嗯，糯糯的。这些其实我都没有吃过，我也是，我想要那个杏干儿。杏干儿，你说在干嘛？对，刚好有一个就给姐姐吃。谢谢。它是甜的吗？应该不，因为咸的、不是特别的甜。哦，那就好。喵啊！哎呦，谢谢。好好吃啊！好吃。这个呢是男生给您点的奶茶，可以品尝一下。谢谢。哦，你刚点的。对。你看两个不同哎，不知道你喜欢喝哪，你喝先喝一下两个都。我这个也有点够贴的新的。品尝一下。这个吗？同一根吸管。他的小眼神也很逗。你除了跳舞，你还有学什么？就是你或者你其他有什么感兴趣的？因为我是那种很喜欢去咖啡厅的人，但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你爱人应该是喜欢在家里看剧吧？也没有，我经常去 bistro 什么的。我不会跟太多陌生人。哦，我算是一人，但是有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会去咖啡厅。嗯，因为我以前就是还有一个小梦，就是想开咖啡厅。哦，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小梦。想开一家画廊，画廊，以后可以的话，打算开一家。他们中正常是会有画廊跟咖啡厅，就是。我也这么想，我想我的画廊也要有一个咖啡厅。对对对对对，那可以刚好在一起。那我是老板呀，老板娘。那我是老板呀，老板娘。哇，挺好。什么？想到了已经。想蛮远的。说不定可能就是明年。可以可以。你有那种就是理想型吗？穿搭就是我喜欢那种穿搭比较好的人。哇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是想说不要再说我了，是不是？哎，那你这次来了这边之后，你是第一次出来约会，是不是？对，昨天不算约会吧，我们就是我们昨天是那个三角恋的关系。昨天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是，也好像我们两个人聊自己的事情，其实没有很多。昨天就是没有说深入的话题。那你那个你昨天的留言，是有想写给谁吗？有想录给谁？我昨天只是听了一个录音，然后就是你。哎呀，你那个时候回答了两个问题。然后第二个你说会，然后我就想有可能是其他人也会问这种问题吗？会或者不会的问题。那我在想会不会是不是我呢这样子。那你所以昨天你是听了两个人，嗯，然后你就回两个都回了，嗯。那所以你昨天那个问题是回答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有跟你说一个关于歌的东西，然后他跟你说，然后你又跟他回他说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回去听一听这样子是吧？嗯。那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叫出来？那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叫出来？因为他问题问的是，现在五位男嘉宾里面最想了解谁？在现在这些所有的男生当中，你最想继续去了解哪一位嘉宾？丁雨贤。那你还有想多接触其他女嘉宾吗？还是暂时应该不会。为什么？一开始其实我选跟奶第一次见面只是看恋爱说明书啊，但是结果我们聊起来就是一个朋友的感觉。任可也没有跟我聊过什么天，是确实。然后最近却有跟我聊一下天，但是我们就是每天都嘻嘻哈哈的，就是像兄弟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去选择其他人，不会去选择其他人。哎呦，他们都叫我 K 姐，我觉得我要改一下，不要叫 K 姐。K K 小 K， 那我觉得 K K 好一点吧。但我看到晶晶写信是写 K K 啊，好细啊这个男孩。那我不想叫 K K 啊，不是、oh. 我不想叫 K K 啊。那我叫 K K K 吧。我不知道叫什么。那来一个我们自己的称呼。称呼。OK， 那你先叫我中文，我们再去摸耳板。K， 只是 K， 他们也不会叫你 K 吧？也不多，叫我 K 的话。K K K， 因为这是 K， 你知道吗？啊？什么？这不是？no, 可以啊。是吗？你每次 K， 早上好。早上好。神经病。你觉得大家都叫你小呆，然后说小呆，然后呆呆啊，你为什么叫我呆呆？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人叫你呆呆吗？还是没有 ？Only me。Yeah。哦，可以哦。OK。好的，呆呆。平常你的朋友都是叫你 K 姐，嗯，然后家人叫你？家人叫我如意啊。哦，那我叫如意会很奇怪吗？如意，显我心意。还好。那我就叫如意吧，那你叫我呆呆。好的，呆呆。可以 ，yes。哇，好美，厉害。新疆是不是人均会跳舞啊？好像是，应该是吧，能歌善舞。嗯，感觉这种会，能歌善舞运动。维州的舞最好看了，好厉
厉害。有没有简易一点的？看，一，然后这边，二，三，不是，你看我直接转回去，就转，转回去，看，就这样转回去，转回去。一二三三四，呆呆会跳的，呆呆练过。先抬这只手，你俩看着一起来一下吧。一二，呆呆可以跳。四五六七八，啊，这就转，再会再一下，他就是拿。给不给就这样，对，给你不给，给不给就这样，给你不给，给你不给，我觉得我的肢体好不协调。那我就先教你一个玩一个小游戏，比如说我这样子扣住你，这个算是一个锁，哎呦，然后你就要把从这个锁里面，我都没有，我没说你就知道了。就类似这样子，然后要在我身上再弄一个新的锁。OK， 就是我这样子，这样子什么？舞蹈动作。但我说只能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解，然后我这样。哎呀，挺好的。哦，解锁。那我练一下呗，就是复习一下我们刚才那个。好，慢慢来。你记得吗？我记得。就是慢慢来。他俩跳的还挺好的。六六，要给我不给我？给你，不给你，给你。这一对玩的最开心，最轻松。可不是吗？嗯。这个 ending pose 也是非常好。老师，帮我们拍点照片吧。先这样，先看我一下。哇，其实呆呆这样子挺帅的。再看眼睛吧。好 ，OK。OK 了吗？我来探班。他们好像是在拍短剧。这太好笑了。就是。他们那两个男生都很抓吗？对。惆怅的狗哥，我其实今天可以漫无目的的逛，保持强者心态，保持乐观 ，you know。先给自个儿洗脑吧。他的 you know 是说给谁听的？穿一下吧。啊，没事没事。哇哦，今天他是不是就穿这种？哦，非遗耶。喂，康康，狗哥是吗？对对对，是我是我。哎，小呆和那个周周他们是不是都是哈萨克这个民族的服饰啊？小呆和 Kelsey 是维吾尔族。哦，维吾尔族。行行行，不打扰你们了，拜拜。哇，聪明。老板知不知道附近体验民族文化的地方？就那俄罗斯吧，前走个50米有一个叫阿纳尔汗餐厅。阿纳尔汗餐厅。OK, I got it. 奉行导航开始，请从当前位置向南出发。手风琴馆，手风琴馆往前。红绿灯路口右转。手风琴馆往前，竹马西迪克。继续直行770米。这是第一个位置。哇哦 ！Hello。Hello。给你们送点吃的。哇，你这穿的好像个王子啊！还好。这个你们拿一点，然后一会儿还得给他们去探班。谢谢，辛苦你们，拜拜。不对，看眼导航，维吾尔风格。别老盯着我，我如果是第二个选的话，会直接坐到你们座位上。可以。我其实有察觉到你回来之后不太开心，会不会就是因为小小的那个问题？哦，你看他是想去找 K 姐，对。Every time
哇哦。哦，撞见了，这么多人，这样好，你看我哦，好 OK， 再看一眼对方，好 OK， OK 了吗？ OK 了吗？我来探班，我来探班，我来探班。哦，给你们送点吃的，核桃酥，还有那个饼干。饼干。对，然后刚刚跟那个已经探过小小跟 Tim 了。他们在附近吗？也是。对，他们也在附近，但是我没有打扰他们。感觉 K 也没有很开心啊。我就是跟人打听，然后我说。哪些地方能体验维族文化，然后一家家探过来的。哦，那你吃什么？那你蛮爽的。啊？我说那你蛮爽的。对啊，体验把大侦探 INTJ 懂吗？有一个逛的时候，有一个看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蝴蝶吧，反正。这像是 KK 的风格，拿这个。对你也有，你也有，回去给你。哇，这是眼神儿。不是 K 好尴尬笑哈 ，OK OK， 行，那你俩继续，我又不打扰了，先吃点吧。你这今天是你们的约会日，我就又弄，拜拜，拜拜，拜拜。应该气有消一点吧。有吗？我感觉没有。看一下啊。嗯。看一下。他刚才买的吧，我觉得。嗯。他本来说要送你这个，还是他就是刚好看到，我觉得适合你。嗯。你看人俩好好的约会，完了就非得分一他这项链。从表情来看啊，呆呆还有点介意。你有觉得我们有点尴尬吗？就是跟昨天完全不一样。有，如果是以前的话，你应该会哦，谢谢，就大概这样子。但我也有说谢谢啊。就是没有那么自然的拿这东西。嗯啊。那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就是我自己感觉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一些事情。其实他昨天有找我聊，因为我听他录音之前，我其实是只想听你一个人的录音的。然后后来听完小小回答，我以为他那个是写给我的，所以我也把他那听了。但是我觉得他解释的。跟我理解的可能不是同一个频道，就是我比较在意的点。之前的情感经历，嗯，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我对一个人信任，在一点点增加的时候，忽然坍塌了。这个解释呢，也没有说完全。解答我对我的信任崩塌的点，嗯，然后我觉得再让我重新建立一段信任可能会更难。哎，就是您刚刚说的，嗯，我觉得他喜欢狗哥，而且你看他会介意狗哥听了小小的，他要不喜欢狗哥他就不介意了。确实前面的仪式感给的挺足的，确实聊得也很深，对，品味也不错。你想吧，从中午大概一直聊到了晚上还聊呢，康康都吐八气儿了，都吐的应该都是胆汁儿了，还聊呢，就这个事儿扎着他了。嗯，那你觉得就是他，那如果他今天这样子过来探班还买东西给你，他就是想让你知道他其实还在在乎你啊？但是他说的是他探班了所有人，但他刚才说他们在那边拍摄以后，他说不想打扰他们，所以他就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好像是这样的。
但是他说我们也在拍摄，他也过来，他就想让你知道他是想过来看你的。对啊，再帮他分析。对，还分析，开始分析他俩了。是吗？其实讲实话，他刚刚讲话的时候，我大脑有一点就一片空白，啊、我没有在听他讲什么。我感觉你整个人像呆住，你是心里变成小呆了。我有这么明显啊？有吧，我一看就挺尴尬的。挺尴尬的。哇哦！哇哦，好漂亮。狗哥自己开心的。哇。哦。这哎哦，嗨嗨，坐，哎，这是三个人的，这是三个人，咱俩怎么做啊？要不咱俩分散？行，有点太浪漫了。嗨嗨。日常吧，晚上冷了可以给你带上。我这有这个，谁头冷啊？哦，他进城。哎，哇，哎呦，这哪有啊？哎呀，看镜头。哇，看起来好好吃。你想坐哪里？那坐这桌。可以啊，可以啊。这是小螳螂，什么意思？我坐这里是吧？嗯。啊，我这里。隔了一个人。按菜。我饿。狗哥叹气。我想吃你那个。来，你想吃哪个？一会儿吧。Hello，Hello，Hello， 哇，好美，好帅，是欧洲贵族吗？王子公主，你们有点闪，不要过来，有点闪。小呆，你们想坐哪里？随便坐吗？凑，往那里凑吧。这个。没事，就这样子吧，你坐吧，坐两个，好，然后他们坐两个。两个人啊。你今天这衣服，就我一个红的。真的很局促，很国王。嗯，小呆也太尴尬了，表情有点失落。怎么了？没事。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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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帽子，很温暖的帽子。给我看一下，蓝宝石这种感觉，好可爱，就放在这里吧。要不我们自己开动吧，然后边吃边聊。All right， 饿了。哇，好饿啊！天啊！我要给你拿一个你最喜欢的饼饼。嗯，我要换别的尝一尝。我想尝这个，就雾包吧。给你们。谢谢。这个是要用吸的吗？我不知道。哦，没有，这是肉，这不是骨髓，这是排骨好像。对吧？哇，你平常吃鸡的话，你喜欢吃哪一个部位？鸡胸。嗯，是。我就只吃柴的肉。哎呀呀呀呀呀！就喜欢柴的那边。嗯。K 姐在等待。小金今天干嘛了？
纯逛街，然后买了个项链。哦。那你下午都探班了谁啊 ？Team 那个还有你们这组就两个，后面时间不够了。啊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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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点点点点。不是吧？这是在宣示主权吗？是吧？他也发现了。哎呀！哎，他们说你们这组跳舞间天赋异禀，可能说的是我吧？真的吗？哦，真的吗？我跟你说 ，Kelsey 真的深藏不露。真的？哎呀，那很好奇哎。哎，狗哥，你一会有才艺吗？我可以有吗？必须的，必须有啊，必须的。整上，整点，整点，整点啊！整整整。变东北了。我们今天在哈萨克语，我喜欢你怎么说？你们知道吗？布鲁布鲁是吗？那是俄罗斯语。但布鲁布鲁真的好可爱哦。Mien sene jase korum。Mien jase。Mien sene jase korum。Yeah yeah korum， 你发音好标准。假假。谁？好像韩语啊。Mien sene jase korum， 我喜欢你的。对，但是如果你直译他的话，他的意思是我清楚的看见你，我看清了你，所以我喜欢你。浪漫，浪漫，浪漫。还有一个是宝贝怎么说？宝贝是什么 ？Baby， 真弄，真弄。它的直译是，我的生命，就是宝贝，就像我的生命一样，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真弄，真弄，真弄。你别看着我说呀，你看谁说你不知道吗？对，咱们有一点相似，就是佳能，佳能就是亲爱的。你们学的都好浪漫啊。感觉他们的表达会相对更含蓄，但是也会有更多情感在里面。你们有做什么游戏吗？我们有模仿动物，然后让对方猜。我们做的是说话别藏着掖着。啥呀？说话别藏着掖着是干嘛的？就是把之前的话都说完了。说完了。哦，老干了。哦。坦白局。坦白。佳能，佳能。啊！哦。什么？什么？怎么了？啊？什么？这不是采访吗？他们那个是亲爱的意思，在我们这儿是宝贝的意思。哦。啊！所以他刚才跟夏瑞说宝贝，亲爱的，撩了一下。不，我们就是把语言学了。好甜，你们都玩游戏了吗？其实我们俩没有玩游戏，我们也没有游戏，就只是在聊天而已。往深了聊了吗？聊什么？没聊什么。没聊什么。夏月好逗啊。什么都没说，都是我不好。好甜，你俩有问题、啊。哎，Kelsey， 你们有玩游戏吗？我们有玩一些。会动的。我们要不教一下那个 Sherry？ 你们两个，我教一下你们两个。哇，这就展示了。你站在这儿。嗯。没有，就是对。然后周周。然后周周，你过来。你抓他那只手。你这个是锁，然后你要锁它。对。你要锁着它，就是比如说你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子锁它。对。然后你要从这个锁解锁的。对，你要挣脱出来。对，然后你要再锁它。对，你要锁它。一直锁它。哦。原来是这个。然后呢？然后就是这样子玩，你就可以运动啊。对，这样锁住。是怎么锁呀？对。然后你最好挣脱它。挣脱。我们先回去，先回去。啊？什么？哎，对，哎，要锁个20次这样。
我觉得他在骗咱们。哦，左一下，左一下，三个行不行？三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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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行吗？对，这么对。哇哇，好 man 啊！哇，好帅啊！你看，你看，撒娇吧。下面就是带着调侃。OK， 再来两次，锁住。锁住，就你又让他很难挣脱，越难越好。这好难啊，真的。这样，不是你要两只手啦？就是，他们是不是玩的不太对？他们是真的锁。哎，哎呀！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十字固，十字固。哇哦！嗯。哎呀，这个傻，哎呀，这个傻子，哎呀，哎呀，我们解锁吧，我们解锁吧。哦，你们是四个一起锁吗？没没没没没没。连锁反应，连锁反应，连锁反应，怎么样？对，等一下。这个锁得好，他不止锁，他抓着我衣服，这要我怎么弄呢？你试试吗？啊，我被压出去是吗？我不想被压出去。抓抓着走。来，算你算你算你过。这不是跟我一样吗？康康这个玩得好。哦，哇，康康厉害呀。那就哎，那你的第一反应为什么是叹了口气？我就觉得他玩得好。今天体验的民族当中，有些是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其实我们某种意义上可能也算是一种游牧民族。大家为了学习啊、工作啊、理想啊、家人，都会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那大家要不要讲一讲自己这些地方变迁或者说迁徙的故事，以及你现在计划下一站准备去的地方？迁徙的故事。我是在澳门读书读到高中毕业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想去追梦，就想去韩国，就有刚好就是有人选了我去了公司去做了练习生。在公司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中国人，其他人都是韩国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的韩文也不好，所以我是没有人跟我聊天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个公司里面边待然后边去学韩文，半年之后我出道了。但是结果出道之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难听来说就是糊团糊糊的人，然后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宣传我们，一直放在我们这边一年多两年。然后出来之后我就有刚好有接触到翻译这个工作，就是很谢谢我之前就是没有放弃我自己去学韩文这个事情，这世界上没有白走的路。好棒，你眼睛都红了。就是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就是他们也不算是排外啊，但是只是我自己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跟他交流，就是没有。会很憋屈是吗？对，我不能交流这样子，就很那个。对，小戴说完我蛮想加一句的，就是好像他对自己感觉就自信心，被这段经验摧残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包括女生男生都看到你是一个独立个体，你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都超喜欢你的。对呀、啊。我是16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加拿大，然后那里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当时其实就你们知道青春期女孩子会长痘痘吗？然后我当时
到一个很完全气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水土不服，然后脸上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有个暑假我回国，我妈认不出我的样子。然后她带我去看医生，看完医生回来后，第二天早上她发现我的眼睛非常非常非常肿，就是肿得很泡。她就说是不是医生开的药有问题，她要去找那个医生算账。然后跟我妈说，老妈不是，是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哭。我妈她就说，你是我的女儿啊，这种事情有什么不能讲的，你早一点说我们不就早一点解决了吗？所以就是我妈这句话让我觉得我想要坚持下去，我想要自己变好。我觉得说低谷期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时期，因为你度过了这个低谷期，你会觉得哇，人生很好哎。所以我女儿以后去哪里我一定跟到哪，真的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一直跟到她拒绝我跟为止。包括我儿子这么大去纽约的时候，我其实都是前面陪的，虽然他都说妈妈你不要陪我，但是我的确就是陪了一小段时间，一直到我觉得哎，我可以放心了。其实我超羡慕你们，虽然你们可能感觉在出走的经历中会遭受很多痛苦，但其实这种出走的机会也是我后来越长大越非常非常想要的。我记得当时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是我爸有一句话还挺伤害我的，他说如果你是男孩我就让你去读清华北大了，但你是女孩就想让你在南京找一个大学上。其实我当时分数可以去北京的，所以后来选了一个相对而言离家近的上海，已经算是我在我当时很小还没有成年的我能力范围内最远的逃出走了算是。所以其实我超级羡慕你们，就是在还蛮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去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可能你越往越大，你牵挂的东西越多，你越需要平稳的生活，你可能就没有去逃离的勇气了。所以我现在就非常想在我还没那么急切的需要安定下来的时候可以多去探索这个世界，所以能认识大家我觉得也算是给我前进的路上积累了更多的勇气，很感谢大家。我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开心也挺值得分享的。那天我也跟小呆说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弱，就是在性格方面就是觉得自卑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其实你很强，他说我有吗，我说你有，只是你没发现。我觉得只要你相信你自己，你会找到你自己那一面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我相信我自己，就是你只要每天都是肯定自己，你认识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里，其实很多事情是会被改变的。所以我就越来越自信，然后可能也不够美也不够瘦，就也许，但是我觉得我就珍惜，我就看到我所拥有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好。其实每一步都作数吧，我觉得人生的每一步都作数，无论说好的经历还是坏的经历，我觉得我每一步都不后悔，没有后悔的时候。对，很感谢。没有，就是为了喜欢你的人而活，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的，不要理那些不好的人。嗯，对，他们无关紧要。我觉得只要你对你自己宽容，就没有人能为难到你。加油！加油！欢迎来澳洲。对，好。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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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阵仗，这个我也忘了怎么了。啊！哎呦 ，AK 姐真的会耶！美黑迪丽热巴。不愧是专业的。刚刚阿呆跳的，我以为他是那个老师。对。哇！好专业啊！这个舞有点拉扯的感觉，有没有？对，拉我。惆怅的狗哥，还有那个 Annie pose， 来 Annie pose， 来来一二三，在喘，这狗哥表情，哇 K 姐你真的跳得好好啊，深藏不露，谢谢老师们，谢谢，好听了。我们上吗？哇，老师来了，我没看到。还记得吗？哇，记得吗你？哎，我嘴角有东西吗？没有，很干净。有笑容。怎么你也变油腻了？一二三，等一下，来，拿出来，重新来一次，没事，好嘞。5、6、7、走，1、2、3、4，可以，1、2、3、4，哇，好齐啊！这么幼稚的舞蹈，转，5、6、7、走，哇！哇！刚刚真的很像王子。可以。太绝了！这王子和公主的故事都很惊艳。仓促，这音乐怎么跟我们下午听的不一样？哦。他们俩肯定很好笑。哎呦，加油！坦白局，坦白组。哎呀，我的天哪，有点紧张。下周见。下周见啥意思？他们的 CP 名啊，他们都有 CP 名了吗？下周见。我觉得夏姐今天有点不一样了，她有点羞涩，有这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对。单膝。哎呀。太发嗲了，对，可以跟他前几次跳舞不一样，非常好。周周也变帅了，
对，磕他们磕到了，磕到了，磕到了。下周见，可以，下周见。下周见。This only shine it. Let it burn. Woo. 我们刚才说的是。Be Sturdy Shelly. Be Sturdy Shelly. 我们恋爱吧。哎呦。你们恋爱吧。恋爱吧。恋爱吧。你们恋爱吧。你们恋爱吧。没有太糟糕吧。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太棒了。真的吗？完全记住了每一个动作。走吧。站旁边吧。谢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OK。在施法，这是谁说的？这东北跳大绳的，本来觉得挺好看的，对，一记就破防了，我也有点破防了。哎呦，这个肩膀转的呀！哎呦我，这就是小小和他的法器。对。可以可以可以，太绝了！谢谢，谢谢老师吗？谢谢，好长，请坐。老 team 尽力了，这么一看还是个老法器，太不容易了。哎，狗哥，哇，狗哥感动了。狗哥还有个 solo 吗？快快快快快，加油！哇。还真有准备，好孤独啊！他连老师都没有吗？没有啊，他拿手机嘛练的，咕咕照手机扭。可以的，狗哥。我很期待。加油！好期待。加油，狗哥！商量商量。他跳出了 B boy 的感觉。帅帅帅！在尖叫声迷失自我。还挺好的。对啊，他是有律动的。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狗哥真可爱，记得要 ending pose 啊，要 ending pose。太好了，谢谢老师好啊！哇！来来，我们一起跳，感觉很像拉丁。对啊，但是我刚才就说的，而且舞有点可爱。转转啊，换一二三，一二三，转再转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还是有点尴尬。前半段的问题答案是一。你是最有好感的是对我吗？可能是我想多了。好，下节在康康这儿分片了。
转，一二三，一二三，转，两串要第三串走了。哎呀，嗯，好，对，我想问他没有回答。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种对妹妹的照顾。下周见，基本锁了吧？嗯，康康和奶绿也问题不大。对，至少很稳定。哦，换回来。你最想继续去了解哪一位嘉宾？金宇轩。比小一块玩更像是兄妹的感觉。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一些事情，我对一个人信任忽然坍塌了。俩人还是有希望冰释前嫌的。耶！看那边，哇，有流星。我从来没看到过流星哎。嗯，我也没看到过。我看到，你有看到吗？有看到，许愿，看到，许愿。哇！哎，星星真的在动哎。是啊。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我们再等下一个吧，我觉得会有。哇。哎，不过我都没看到过这么多星星哎。我觉得这个是我来这边最难忘的一个场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流星雨。我觉得现在我不在地上哎。我现在我觉得我在太空飞船里。是的。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想和大家一起看星星。对，小小你的愿望实现了。对。哎，我今天当了香妃，我也愿望成真了。我有一个新愿望，我想去看雪山。哎呦。啊。你最想去哪一个？雪山。雪山是不是奶绿说的？是啊。好多暗号哦。我也想。我们就在这里睡了，晚安。晚安。晚安。明天见。回去哭哭写信啊。兄弟，我觉得你今天不开心啊。我主要还好，但主要是就一直在被搞心态 you know 嘿。但我觉得你自己 solo 那环节巨帅，兄弟。我那个反正是我最大努力了。别管是你临时抱佛脚还是怎么样的，但是跳的都挺好的。我写完就挂，我已经写完了，在路上刚就想好了。你一边我一边，咱俩一人一边呗。这今天要再有猜信，还有什么可猜不准的呢？啊 ？K 姐写给谁？除了他。我要找他聊聊吗？还是明天？你看 ，Kelsey 很在意狗哥的。我感觉他的情绪蛮低落的。他刚刚跟你们怎么说？他就是没探班别人，他们走错了。他去 Team 和任可那边是走错了。然后那个他们那边也没去，没有啊，就是去探你们，然后这样吧，狗哥的方式其实也还是挺傻直男的。大为，如果你想给你喜欢的女生送东西，你会把今天这一桌都送了吗？我可能会，哎，男的都会的，当然不会显得自己那么突兀。可能可以说，但这个是你喜欢的颜色，他一定会特别一点，要不然。随便给买一个，买塞炮，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他确实是不好意思讲。嗯，我没想到 Kelsey 他真的会特别伤心。那个狗哥，那我忽然有一点心软。是的，我刚刚看他回来，他很不高兴的。哦，还是吃这一套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我说，总不能是因为我吧？
确实是不太是因为我。万一呢？咱们俩在这干嘛？咱俩。天姐 get 到了吗？她 get 到了，现在 get 到了。所以身边这种助攻的朋友真的很重要，太重要了。We have time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哎，你今天跟 Tim？ 哎，你今天跟 Tim 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怎么怪？不知道，感觉你们回来不开心。也没有，就正常哈。对，就正常，就是。吃了很好吃，玩的挺有趣的，就没啦。那还需要有什么？够了呀。哎，慢慢来嘛。好，慢慢来。所以你觉得小小跟 Teams 也是会互写吗？我觉得他们会互写。我好了，妈呀，姐也太坏了。写给狗哥吗？我觉得他会写给狗哥。吓我一跳！我先回误一场，我先回误一场。不，不用，不用，不用。夏瑞，夏瑞真的很灵。其实 K 姐在别人的时候 ，K 姐也老助攻。嘛呢，夏瑞？我就是来静静的欣赏一下。写完了，写完了，这么快？超级快。你今儿玩开心吗？挺好的，你玩开心吗？我也还行吧，就还行吧。还行吧。嗯哼。所以你没去探班？你这给你写信里了。给你写信里了，嚯！哎呀，小笑容，不太好意思说。这个可以，这句话我也收得到。你不是还说你是给大家买的吗？你猜，反复确认一下。看 ，Kelsey 是开心的。哎，现在只有这对比较有悬念。哎，哎，哎。东北的这草帽怎么还戴座山？怎么座山雕啊？他自己已经有把握了，现在他这种很得意的样子。夏瑞，怎么还想有一封啊？想得美啊你！哈哈。
今天相处很开心，咱一见面跳舞真的好好笑。他们俩平衡好，兜兜转转，彼此都看了一圈，对，是吧？对，然后就没有疑虑了。哎，咱们俩如果再没有这种机会的话，结束了。主要还是我想约你。哎呦哎呦，谢谢谢谢。哎，自己决定来不来吧。周周是一个挺单纯的男孩的。周周是啊，对，就内心很自洽的。虽然相处很开心，大家也很爱开我们玩笑，但你还是可以继续接触其他人，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慢慢了解看看，希望我们都不要有压力。宝宝不开心，宝宝又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宝宝我也不开心了，老给自己留余地。就是慢一点，不要太急，是吧？可以可以。对，他还在慢慢的。可以可以接受，而且未必是真的鼓励。对对对对对，只是这么说。给你点颜色看看，哎、自己琢磨琢磨。啊，只要他有一封，我们就对了。那小小能写给谁呢？啊，有，吓了一跳，有点恐怖，刚刚一下，这个没有悬念，奶绿都不带多看的，谁写给我我也不看，奶绿只是看甜到什么程度，对对对对对，小戴去了，我等会儿再去，多好。今天又有更多第一次是和你一起的，期待有更多第一次，慢慢的建立我们的 inside jokes 库存吧。很好看，很好看。俄罗斯公主，你欠我的越多更好。Я люблю тебя。链子不适合的话，我可以再掰一下。那你收到工艺品会？我觉得手做的比买的有诚意，我帮你挂拉过来 ，OK？ 我看看可以啊。就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呆呆一封，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们俩。大家有一封对吧？对，你们太厉害了。小雅这个没什么悬念。还是想跟你说，不要对我对你的好感有压力。你不需要对别人对你的感受负责，做好自己并开开心心的最重要。写得很好，厉害。今天跟你相处很开心，虽然也许没有表现出来，也许你可以试试一边跳舞一边弹吉他。看想要给 Team 写什么。看了不开心啊。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你之前说异性的好感度排名，你把我排第一，是因为前面是我对你先主动的。Hello， 你有想到会是我来吗？我觉得相比于其他人，你会给我更多的那种吸引力。嗯，试试。所以。是因为我的主动才让你注意到我，并不是因为我本身让你注意到。因为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所以我会觉得主动女生就很勇敢。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样。就经历了这么多事了，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都要坐火车了。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他都大喘气儿了，这么严重，我天，哎 ，Tim 你算了吧。家里人叫我如意啊，那我叫如意。如意，如意，如意，如我心意。哦，看到了吗？疯狂炫耀。哇，他转了。哦，今天早上不是不转吗？好可爱啊！哦，哎呀，怎么还不去拿信啊？哎，夏瑞，这是如意的。夏瑞，这是康康的。我许的愿望都实现了，而且正好你都在身边。如果有雪山，希望你也在。他俩是俄罗斯人吗？对，俄罗斯。哎，我今天伤了香妃，我也愿望成真了。草原、雪山、峡谷，你最想去哪里呢？雪山。我有一个新愿望，我想去看雪山。这个是我来这边最难忘的一个场景。啊，你很帅、啊。你很漂亮。Какая красивая。Какая красивая。康康是那种耐看型的，奶绿就一直都很敞亮。嗯。夏瑞，你今天邀请我非常开心，今天单独相处的确实解开一些困惑，也更加了解你。Sorry， 跟你出来太开心了。虽然我平常也不跳舞，但是和你跳舞我很有自信，很享受。你的自信特别有感染力。哎，那明天你要还能选的话，你会选谁？这是今天怎么事？嗯。晚安。晚安，好梦。涵涵。昨天没有回答好的问题，我觉得我还欠你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回答吧。他俩又聊了一次啊。我觉得我昨天我在我们对话中我做的不太好的是，没必要。这么执着于我需要先知道你怎么想。他俩现在应该就是彼此分享了吧。我觉得可以分两段，一段是我们之前是怎么。虫。很大一只虫。被蚂蚱那样的吧。啊，你别动。天哪，他砸到我的背上。好，我们继续。啊，妈呀！啊，他被那个椅子那个夹到了。他夹到了，被那个绝对。你还好吗？哪里？哇，这一定很痛。这个好疼啊！这个。天哪。没事啊。没事没事。可以看一下吗？没事没事。痛出汗来了。你今天怎么一直在受伤？是啊，还在痛。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太过了？嗯，但我之前不知道那是你的相处方式。你就是很在乎现实原因嘛，但是我是那种，就是活一天高兴一天。还是那一句，就没有对错，就是你的方式跟我的方式两个人想的不一样嘛。对啊，没有想到一起。因为反正现在都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然后。也明白对方的心意了，我觉得就不纠结以前是怎么想的。你好酷、啊，夏瑞真好，过去就过去了。康康，看一下。你今天相处怎么样？我今天就是看吧。不是，狗哥有去找你吗？没有。没有去找你啊？啊？不会吧？他想说为什么找我？就是来探班。不是，他只想探如意。是的，我知道的。怎么说呢？我跟你在这样拍照，
我在中间，你们在这边，然后我在自己的中间，他们两个在聊天，然后我在中间，我站着，我不知道怎么。他是勇敢啊，我可以说他勇敢，但是我在我的立场里面我很尴尬，然后 K 姐也尴尬。我们的信都看完了，信 K 姐，哎，他俩都没拿。French movie walls。Yeah。但 K 姐应该会收到呆呆和狗哥的呀。对。他们俩穿的还挺搭的呀。然后穿越了。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是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是什么？是个巧合。从琴房到教室一共108步。Hello， 你好。然后在那天海上的夕阳下看到了你。什么？我是陈如意。陈如意。Are you okay？ 当年太阳，好看。这个要搞出村上龙的感觉。姐姐买给你。你得跟我撒了娇，我这一票全买给你。如果可以，我想被更坚定的选择。希望看他俩谈恋爱。是的。昨天本来想找你聊的。嗯。我也是，我感觉昨天，就是我其实真的一开始不知道你会直接说名字，当时我还很高兴，我在回来路上我说怎么就这么巧，你说的那个疑惑我在我的秘密里直接就写给你了。但是我之后不是回答了两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比较直球的回答那个，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勇敢或者说很突破自己舒适区的举动，却没有得到我坚定的选择。其实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误会吧。是误会吗？哎，继续啊，解释啊。其实就是我觉得你想接触别人，或者你对小小有什么感觉，我都觉得是正常的。我也没说不让你接触，我自己还接触呢。但是前一天就我还问你说你是接触过其他女生了之后。你就说你之前有接触小小是有心动的感觉，然后后来是变成兄妹的感觉，就退一万步讲，假如真是写给你的，你回答他是因为你还是觉得，如果他对我有意思的话，我其实也可以再接触一下。不是，我如果真是有那个意思的话，我可能会就是直接回答会或者是不会，就是这种比较清晰的答案。我当时听完之后，我知道他那个录音不是给我的。我之前和小小接触的时候，我其实知道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和他为什么慢热这个事情，所以我那句话我其实是在鼓励他。你就非要在这时候鼓励是吧？就是我其他时候见不着了，咱就是不是住在一个屋里，反正再也见不着彼此了，非要留这个眼。哎呀妈呀 ，K 姐这么上心啊！你看 ，K 姐是喜欢狗哥的，她介意这些的。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正义，或者说，很情绪化的决定。当时其实没有考虑很多。你生气原因和我想的差不多。也没生气，我只是，就是，可能刚建立起来的信任，然后我感觉。崩塌了，这个词用的行，把这话说出来就行了。可以，比较难过吧。我感觉信任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慢慢建立的过程。行，我觉得这个误会或者说这个矛盾也其实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更进一步的这么一个契机吧。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去 push 你啊，或者说其他一些事情。好。虽然说落单稍微有点难受，但我觉得就是也在今天这个落单过程中想清楚了很多事情。确实是对小小没有再有想了解的意思了。我们其实内心有的时候已经很
很确定了。呵，可以。嗯嗯。然后剩下关于信任的东西，就去建立嘛。我认为时间还长。先去找那个 team， 他们是你找错了。对。然后去那之后，我还得意洋洋，我说啊，我找对了。然后结果进去一看，啊，天哪！但就是走又不好，然后就给他们送，就是送了点吃的。那你过来还说你刚探班完他俩，然后你一会儿还要去探班什么什么下一位？嗯。然后还有很搞笑，你说那个什么，带了个礼物。然后那个小呆说：“那我怎么？”他说：“你们都有。”哎呀！哎呀！我不想他尴尬。今天是属于他的时间。我今天其实进去有一点小愧疚，就是我这个人对朋友和对，就是对喜欢的人是不太今天。终于是抓着这么一个机会跟你把话稍微聊清楚了。嗯 ，OK， 聊得相当清楚。啊，他今天聊得真的挺不错的，上大分。取信吧。还有两封信，一个是都是他的吧？都是康熙，对，都是 KK 的。我回去了。太棒了，兄弟！啊，我在洗澡。太棒了，兄弟！真的非常好笑，他很可爱。对。晚安，拜拜。晚安。开心了，行了，这个心结打开了。我给你读一下。今天晚会上说我要去探所有人的班。其实是我嘴硬，我就是专门去找你的。哎呦，还有一个问题蛮想问你的，你今儿开心吗？我希望你开心，但不希望你太开心。你看他进来先开狗哥的。对，如意用时间去证明我的用心。将邀约信息写在照片反面，贴在黑板上，即可出发约会点，等待女生到来。不会去选择其他人。我们其实内心有的时候已经很确定了。我咋选啊？跟随你自己的心。他应该选狗哥了。Hello。欢迎。